我之前做过一个 PS5 光盘正反朝向的一个视频，在评论区很多小伙伴说我这个 PS5 的光驱声音太大了，看到评论我也有点害怕，因为我之前的那个 PS5 就是坏了嘛，也担心这台有问题。后来我测试了一下，这个声音和光盘是有关系的。这个视频我们就来测一下，我把麦克风放在距离 PS5 比较近的位置，现在游戏是没有声音的。先看一下这个 PS5 版的《麻布仔大冒险》。各位记住这个声音。这个声音大概会在几秒钟后会停止。麦克风我没有做降噪，后来声音我也不做降噪。具体再看一下最后生还者。最后生还者第二部分的光盘比《麻布仔大冒险》的声音要小很多，没有那种高频的声音。这个和我之前的 PS4 Slim 的声音差不多，读了大概几秒钟，自动停止。再看一下《大表哥二》，这个游戏我还没安装，我先用它那个玩盘试一下。这个声音和《最后生还者》的声音差不多，也没有那种刺耳的声音。还有一个《大圣归来》，还没有开封。我之前也做过一个关于这张盘的由来，评论区炸了，评论区人都说这个游戏扔了都没人捡。再看一下这个麻布仔。开始声音还行，但是现在这个声音确实很大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希望对你们有参考帮助。我是晚上，欢迎关注、评论、点赞、转发，我们下次见。